现在我们已经安全地登上飞机，面前的食物是主播贴心给我们配送的食物，自己能身在中国这个国度特别幸福。还留在乌克兰的在华的同胞们，希望他们一切顺利，也能尽快地撤出来。祖国永远都会维护我们，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强的后盾。上班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党和中国政府派出的首班特级华侨，羡慕留学生以及中资企业工作人员的特强航班。当你们登上了国航的飞机时，就意味着踏上了祖国的国土，不再因为战争而流离失所，不再为动荡的社会环境而感到不安。国航带你们回家。境外受疫情影响，为了大家的身心健康，请大家在旅途中全程戴好口罩。感谢同胞们的理解，祝大家旅途愉快。国航祝你们平安。